手握六个百万年薪 offer 校招生的自述，我为何选了这里？我是于昌前，一个科研和开源爱好者。2021华中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学院博士毕业。我大学期间在国际核心会议和期刊发表了17篇论文，被引用超过1400次。不然，可能入职的时候感觉杯子高一点，但是后来发现行业不喜欢，团队不合适，在公司发展不如意，几年后跟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，技术有了一定突破后，把它运营到某些场景，比如固定场景在学校里跑，通过采集数据，反馈问题，再去解决问题。